你拿一个皮箱要去哪里啊？你要走了吗？我没有，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呢？你怎么对我这一点信心都没有呢？你一天到晚拿着皮箱哪里都不去。 这一套，每次一吵架就拿着皮箱，好像要去哪里，结果哪里都不去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？我是来送你的，不是我要出去。哎，我现在在中医大哥大。嗯啊？什么？我们现在在中医大哥大。不是，机场。哦、我们在机场吗？ 你的反应真好。我终于在状况内了。状况内，各位先生，各位旅客，前往洛杉矶 CI 007班机的旅客，请现在前往机门145登机，谢谢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刚听到了。嗯，我想要去洛杉矶啊。你确定？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我觉得我们结婚。 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结婚了。我们是在哪里结婚的？你还记得吗？当然了，我记得在……你看，你根本都不记得，我怎么会记得呢？不是 Vivian， 我结过太多次婚了，这次叫我怎么接得下去？ 飞机好像快要开了，是吧？ Passengers on flight number CI007, please board now. Passenger Vivian Zhang, Vivian Zhang, we are all waiting for you. 没有，那个人跟我同名，我是 Vivian Xu. 我们旅客，我们不是结婚的吗？啊，对，结婚的，你叫做Vivian Zhang啊？对对，他是。 有请旅客张徐若瑄小姐，张徐若瑄小姐，请迅速前往登机门登机，谢谢。飞，每当我听到机场人家说张徐若瑄小姐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幸福，发自内心的快乐。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事情要跟你商量，怎么了？我还是认为我们两个的幸福中间是不可以卡任何的，你是要到美国去？ 要去借精子生孩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干嘛那么坚持一定要有小孩子嘛？因为你不能生啊。薇薇安，我觉得生不生孩子并不重要，是过程你觉得愉快吗？这个比较重要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借口。 你根本就是想离开我嘛，啊！飞，你等我回来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呢？又可以比你高一点，皮肤也可以白一点，然后毛发比较正常一点。好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？我们还有没有歌要唱？还剩下半趴。 旅客张太太，旅客张太太，哎呦，演得真棒！哎呀，真棒！哎，哇塞！哎呦，非常的好，真的，真的很棒。没有啊，你让我很投入这样子。哦，真的。就有前辈带的话，比较好入戏。哪里？刚刚通通是我在被你带。演。
技一流，很棒哦，太棒了，谢谢我们 Vivian 今天到我们节目，也希望这张唱片大卖。